每一届星光大道选手呢，都会派出他们的代表们到康熙来了来让 S 鉴定一下哈。然后这一次是华人星光大道第三届20强的选手，今天要来面对一个很奇怪的挑战，就是在今天这集康熙来的过程当中呢，他们会逐步的随着歌声的优劣胜败。 然后转而背对我们，也就是说，20个选手到了节目最结尾的时候，只会有一个人还面对着我们哈。欢迎20位选手，你们好。欢迎。会决定20位选手最后谁面对我们的呢？有3位评审老师加上 S 哈，3位评审老师，我们也可以，S可能也想要叫某位评审老师转过去吧。袁老师，请转成背面。你干嘛？请转身。为什么？我们看看你背面。哦，还是一样胖，请转回来。 所以由你来选吧。有一位穿吊带裤的男性，发型很像《星际大战》里面的某位舰长吗？哦，舰长。哇，什么星际大战？什么问题？你有这样看过去，突然有一个人脸好大。谁？王振俊人。请问你是哪里人？我是马来西亚人。好，所以你要让这两位吗？啊。嗯。 可不可以交出自己全放弃？可不可以别再要多清醒？脑中的空白空洞了空隙，在天空还比较容易。有的比呀、啊。好，那一个一个来吧。许昌德，你是王振先生吗？是老师，我选你。 好，你要王振转过去哦。好，那洪靖瑶，我觉得吴同学今天驾驭的比较好，所以我也请王同学转过去。这样好，是是是。杨威仁呢？我保不了了。那个王振俊第二个字就跑掉了。我们怎么都没听出来？没听出来。对，你存在的存，那个已经跑掉了。他今天表现太紧张。可是你的身体也跑掉了。很久了，逃跑跑。你身体要，你是。 你身体要让他回来吧，还是要健康呢？好，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请你转回去吧。没关系。Oh no！好，所以吴庆隆，恭喜你哦，你暂时留下来了。谢谢。我们再选一个来对付他吧。选人很重要。女生还男生？刚刚那个吴先生的斜后方有一个男生长得还蛮帅的。曾同学吗？是。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旁边那个。 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是曾同学了。那这一次舰长先啦。世间冷暖，情未归，寒冬也变春天。曾同学。 Love you, love you, may I love you? Tell me what to do, 才能让你不孤单，我不孤独，一起找幸福。好，永远你先吧。那个一起找幸福还偷换气，那个如果一次唱完就好，我还是选他，他声音蛮好听。你要留他。 所以你还是要让舰长转就对了。舰长可以了，功成身退。还没还。洪老师呢？我觉得舰长反而选了这个歌，台语歌很容易露馅，因为台语歌需要更深的情感。那你又只有只能唱两句的机会，而且你在最后那个音好像就上不去了。对，比较可惜。所以我选曾同学。那我也选曾同学，而且这是差距蛮大的。哦哦。舰长怎么了？舰长这个歌不止就是，我觉得。 不止没有表达情感啊，我觉得那个感觉听他唱这一段会替他紧张，就觉得好像每一个字都没有掌握好的感觉。那我们就要送星际战舰航向宇宙喽，舰长请你转播我们吧。
有一位黑色皮衣的女生。哦，来了。田玉慈。田玉慈。她看起来好像是那种肺很大的人。嗯。田玉慈，你来自哪里？马来西亚。也是参加过那边的歌唱比赛。对，跟那个王震先生一样。跟王震先生同一个比赛吗？对。你在那个比赛是？冠军。对。所以王震先生当时是什么名次？王震亚军，第三名也在这里吗？有啊。在哪里？这个。哦，那你要不要直接就转过去？哎，怎么讲哎？哎，不可以。因为他应该就没有办法留的吧？不一定。真的吗？不一定。所以在马来西亚不一定在这边会重新。当然，每一次表现都有可能。对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If I can see it, then I can be it. If I just believe it, then I can do it. 来，洪老师，好，这一次我觉得我被这个田同学吸引了，而且你很聪明哎，你选到了，哎，是，哦，但我觉得你。这首歌就发挥得很好了，因为你的刚要出来的那个爆发力就有出来了，就不会说好像有一点犹豫，好像有点被压抑。那我觉得这个歌你刚刚好。好，那许常德呢？我也觉得田玉慈这次很好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曾同学是迟早要下台的啦。哎，怎么这样？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感觉没有什么招数了。对，他声音一样。然后呢，那简单的歌有时候也会出锤，就是这个比较危险。我主要是觉得。虽然是花莲来，远道而来，可是也看够了。我们摄影棚的那个样子，其实我们背后也有一些景片可以看。那边有一个娃娃哦，你看上面新的布景，漂亮啊！对，真诚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转过去吧。Oh no！ 好，田同学留下来，我们帮田选一个对手吧。要不要直接选那个同一个比赛第三名那位？你要让吴宗翰跟他对，因为他有可能赢嘛。好，这是好故事，就是在马来西亚第三对上第一，结果在这边竟然能够留下来久一点，对不对？ Never mind, I'll find someone like you.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. 吴宗翰，你 OK 吗？不 OK。请问你是学生还是？我是刚毕业的，算毕业生。OK， 好，请。我的爱是说停不能停，已经浓得不能说是曾经。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啊。还有一点那种沙哑的那种 smoky voice。我看你是因为他自己结束得很早，就是赶快接话，真的两句，他不是可以言多必失啊， OK， 对不对？所以杨老师你，我应该还是投给田玉慈。好，洪金瑶呢？我也觉得对啊，好像有点怕怕的，因为我觉得一开始自信度就不够了。对，很可惜，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，哦，你应该要大胆一点，嗯，所以我还是给田同学。因为我觉得选歌不管唱多长哦，就是 ending 的，你一定要知道那 ending 一定要一个落点，一定要很漂亮。哦，不要让他觉得说唱到一半，然后就是三十秒到就硬卡掉。嗯，你说 ending 一定要来点什么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而且你要知道对手在唱什么，对，他已经唱这样，你还这样子，你是 ending 你要跟他怎么比？好了，我选田玉慈。如果要补偿他的话 ，S 你就多跟他聊两句吧。你几岁？今年十九岁。十九岁？对。那很小哎。怎么样？要留下？请问在座有比十九岁更小的吗？啊？谁？你？不要硬举啊！田玉慈校友唱腔大不同，小 S 的口味不要做评断。心动的时候，
当时说不出口。居然有一个人感觉可以打败田玉子，真的假的？交友，交友，因为他的路线看起来是很会唱的样子。对，应该是低沉，然后有一点那种，你知道，好像外国女生的声音。你真的很喜欢用外表来判断别人的声音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